这个铁宝好处是说，它有预留位置，所以你可以加装一些绞盘啊。它这个我是事先摆放啊，我未来可能想要再升级跟大哥啊。帅，超可爱的。帅啊，我觉得很帅。他们船坞上都是复古的，好看啊。对，那我换这是卡包，我想要让它挂一点这样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觉得如果说像改成一套，我觉得今天这一台比较帅，因为我觉得它的是一个自制的，对，它这个可以发挥你的更创意。这个价钱算很贵呢，小小两颗很贵。没有啦，你看名字啊，多少钱？这两颗大概装到好到12400左右。你看的话，我是升级。 K 那个固力型，固力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 KO2 跟 KN3，然后我是用 KN3，然后我是用KN3啊，网络俗称叫做男朋友有钱，对，这样子选英文很快，这样子，你看嘛，就是出花，可是它相对它的噪音比较大声，对啊，所以你这时候就是把音乐开大声一点，侧面侧面的话就是这侧感，这是防撞的，有没有？这是伤痕，就是尽量撞啊。 撞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换掉了。哎，一般是2寸，然后我是拉3寸，我是那个澳洲品牌 ARB， 这是最多人改的。我看车底的话，包含的避震器、下护板，对，下护板，这很重要。连杆，对，加长连杆，加长连杆，要专业哦。对啊，开玩笑，我也不是只会标速。对，现在不够用。 我们两个收工了，你们大家玩吧。好，我们就在这边评分，好不好？要好，然后基本齐，然后有加分。我要恭喜，我也是铁窗的防盗用加强。打僵尸用的，然后那个枪可以从这个洞出来。谁可以帮忙？对啊，来投个票，觉得他很棒的，就举手吧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改这种东西就是半小时，那你这样改下来应该不要来很小众吧？